天空破了洞，谁不伤心？补天的女娲哪里找？远古时代，身穿布衣、端着大石头的女娲，心急地想让世界持续运转。神话故事预言现代，地球也正遭逢危机。借古喻今，慈济三十多年前即发大愿做环保，奉行至今已成为全球趋势。垃圾变黄金，女娲补天就是以利四极嘛，她把这个都是弄好了，地球稳定了，就是大地稳定了，然后呢，万物就可以重生这样子。我们深爱的地球万物急需修补的又何止环境，请救救我的孩子。一位在中东的慈济志工冒着战火抢救孤儿，竭尽心力为灾民发放物资，却一度再也承受不住。在沙漠这样面对这么庞大，他就有一个念头，他说啊，我想停止发放，我累了。我累了。慈悲之路自古不容易，真人实事冥冥中印证了师徒感召。梦中上人告诉他：“季辉啊，你不要停歇。”季辉啊，不能停歇哦。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。我觉得哇，怎么会有这种师徒的香气？那隔得那么遥远。志工陈秋华重新鼓起勇气行善，金藏演绎穿梭古今，跨越地理疆界，鲜活的经典感动现代人。这种庄严，然后一种力，一种生命力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触发到自己一些心灵或没想到或是一些困苦的事情。一场演绎坚定了爱与善的力量，现在就启程写下未来历史。大爱新闻陈宏丽、万家宏、李俊威台北报道。